应巴基斯坦政府、马尔代夫政府和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的邀请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17号离开北京，开始对上述三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。陪同李长春出访的有中联部部长王家瑞、教育部部长袁贵仁、文化部部长蔡武、广电总局局长蔡富朝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冰杰、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、商务部副部长江增伟等。